我心仪的对象是和我一起骑脚踏车的那一位吗？脚踏车的事，等下次骑脚踏车再跟你讲。那有去 pub 外面找手机啊？说车上也没有，那可能就是放在家。果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淑静先走了吗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本节目由超市王冠名赞助。